我的菜呢？到了。到了。这么难吃，留着干嘛？你不吃我吃啊，你这倒了多浪费啊。你在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你说啥？骂你的话你还要再听第二遍。你小暖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拿笔我砸你。你要是把钱那话就接。不就是你初恋前女友吗？我觉得你好，比你人好。我看你生病了，好心收留你。你不仅影响我的生活，还侵犯我的隐私。你必须走，你马上就走。我错了，叶总，你答应我，答应我，我再也不接，我再也不接你电话了。你必须走。我不走。门就在那儿，你现在马上就给我走。我不走。你怎么了？我就拿半个苹果核砸你，你讹我呢？哎，你没事吧？